吴宗宪女儿文陈孝萱没什么好聊的啊。妈妈只要有每次有事就会自动出国一周。哎呀，吴宗宪女儿 Sandy 的家里有事吗？这个 Sandy 29日受邀出席笔电发表记者会，不免俗的得问你爹地吴宗宪被拍到和辣妹当街抓奸一事啊。哦 Emily， 对，那个、真的是哦我知道。是啊，哈哈，这么熟啊？难道为父的每一段缘分你都略知一二？你在家里面可以要大鱼？不会耶，因为提到的话也没什么好聊的吧。我觉得他的绯闻，我每次看啊，我都会觉得，反正不是我嫁给他，我不 care， 就是。娱乐动新闻，讲个笑话这么得意啊？报道。